甲乙两人相对站立，眼睛相互对视，各跨出一步，以右前臂的脑骨侧相结进行的敲打的练习，然后翻转。 这样注意，向下敲打脑骨侧，再换一手，换一个角度敲打左手的脑骨侧，然后我退，对方进，击打。 脑骨侧外侧，再退，连续做两次，达到左右手两手的脑骨侧都达到了锻炼，然后向下，以脑骨侧为力点，向下、向中击打。 击打了，然后就要转身。好，这时向左、向右跨出一步，呈侧身，然后以右拳相接，敲打脑骨侧，再向前跨出一步。注意看。
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盘八法的攻防练习。什么叫做八法呢？就是通过手上八个手腕来相互练习，提高我们这个前臂这个技手的灵敏度，通过神经末梢等等觉察出来力的方向、来力的大小和虚实。这个往上的动作叫做分，也是从蝴蝶双飞里面拆出来的，但是手的动作叫分。然后往下拨，也是从白鹤拳里面的拨水求鱼的分出来的。然后一个白鹤伸进，白鹤伸进也叫做千斤撑出，这个叫做钓鱼。后来里收叫对，成为是朝阳手。然后转掌做切的动作叫做白鹤，鹤的鹤翅很少，在这个钩就是丁腕的动作叫做钩。然后一个叉，鹤翅裁腰。再一个就是缠腕的动作叫做白鹤缠脖。这通过了这波波撑坠切拉叉缠这八个动作来演练，达到了手里面能够化解对方的来力，知道对方的大小虚实，达到了体会领悟，提高了自己的训练水平。现在我们两个来演示一下，两人正面相对，互搭出一手做分，然后转拨他上面而空荡呢，那就要击打他的对方的脸部，这样叫撑。然后呢来，这叫坠切。看我，他切过来了，看我，这是空门，胸前就露出了空门，我这样化解叫撩。大家看，注意这个小动作。然后呢拖，这样拖过去，看，这样用鹤翅掌插砍，这样注意，这样注意。这时经过了往上白鹤冲拳的小动作，来达到缠腕的动作，就是这个八个动作练习。我现在连起来做一下，就是这八个动作来连续的训练，两手可以交互进行。
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个叫做擒状的练功方法。擒就是擒拿，状就是从前旋直冲拳。两人相对站立，眼相对，身相对，然后右脚跨出一步。当对方右冲拳向我打来时，我随即右手上仰，从右下方向上挑膈、挑臂，然后转腕呈鹤头手，擒拿住对方的手臂，然后左手握拳向对方的胸腹、胸前冲拳进打，然后对方用左手向我格挡时，右手迅速抽回，随即一个拳，一个擒拿，一个冲拳，这个动作可以两手替换，相互进行练习。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白鹤拳的结打的练功方法。两人面相对，各跨出一步。当对方
又冲拳向我劈来时，我随即扬起右手向外挑格，这个然后呢，对方被我隔开以后，必然要向反方向用力，要对我胸部打来，然后我借助他的向右的弹力出左手向对方的右侧用力的这样隔开。他这样被我隔开后，他不敢示弱，再隔过来向我胸部进攻，然后我右手上仰，从下往上顺着方向把他隔开，这右侧方右背的高度，我这时用左手，那我们就可以直冲拳打过去。这几个动作，这叫挑，左挑右勾，左撞左蹦拳，这个叫我们这里的话叫挑解打，解是化解的解，打是冲拳的意思。现在我们转过来做一下说明，挑解打，挑解打，
Thank you.